来分享给大家。这出的肺片哦，这一盒六十五嘛，然后这个哦一盒60元，哦每人限购一盒，安尼我带嘛是来买只两个好啊，哎呀，啊这六十五，这个是60元的，我问他，哦60元就是比较小颗，啊这哦，这六十五这个大粒。这阵出门会当送人鸡卵去哦，来。阮家迄个啥，无啥咧煮，但是平常时嘛是煮泡面啦。好，来。这出叫做现在的蛋价，一盒多少钱？哦，分享给大家啦。这阵有配齐啦，哦，每人限购一盒，哦，有蛋可以买。然后这是六十块，这六十五较大粒。啊，我们可以大概看它的大小。已经有较大粒呢。好，那我们就那个啥，买一盒鸡蛋来送人嘛，好。